刚才王先生跟我 say goodbye。为什么？等你哦。为什么你在那里？哦，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样穿过去吗？不行。快点走好不好？我这边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他在哪里啊？他走了。真的？他去干大事。Emily 说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要绑起来啦！待会被黑特哦。回家马上帮你剪一个。哦，哇，好看！